价值700多的羊绒老营到底什么样。来看一下结构，这个翼展是60厘米，这个非常耐摔结实，里边是那种软的防撞衣头。这个是往上飞、往下飞、往左、往右，再演示一下，就跟我们小时候玩的纸飞机是一样的，往上方一抛就可以。首先第一步，启动，开始布阵，抛走，走了，非常简单啊，往左拐弯。700多单，觉得值不值？评论一下哈。